大家好，我是草根小陈，记录点滴生活，广交天下朋友。今天是5月15号，今天我们发工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车间里发多少工资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最近接了很多单，所以车间特别忙，现在每天都赶货赶货赶货呀。但是不管多忙，我一定会在15号把工资发下去，因为大家做的都是辛苦钱，每一分钱都是不容易，还要拿回去养家糊口，没有特殊情况绝不拖欠。现在车间车位不够，产能不行，所以还要大量招工，想要过来了记得给我留言哦，或者私信也可以。我们做的大部分都是梭子的连衣裙，平车打边都有事做。目前车间质量一般，不是那种毛货，我们也在努力往上发展，让客户更加信赖我们，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货进入我们工厂。车间的单价也是提前打出来，公开透明，每天做多少钱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规矩，如果你觉得不习惯，随时都可以走，我们也可以给你结账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视频，可以翻翻我以前的视频，我们也是做了好多年，做人讲究诚信，相信你看了我的视频之后，你一定会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团体，因为大家都一起非常和睦开心，每个人之间都十分的融洽。因为我们这里不抢货，所有的货都是根据每个人的手脚快慢进行公平分发的，只要你做事够厉害，不但多拿工资，还能拿到5%的提成奖金。如果你喜欢我们，也欢迎联系我们，给我们留言，小陈期待你的到来。刚刚把工资发完哈，马上就要出去送货了。虽然每天很辛苦，但是每天很充实，人总是要努力的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展到最好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要努力下去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共事，一起加油。